大家好，我是田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汉娜。欢迎来到田姐姐和汉娜的频道。不知道欧洲其他的国家怎么样？今年德国春天雨水充足，现在已是初夏，但是天气又不是非常热，所以今年初夏就开始已经陆陆续续的有蘑菇生长。但是因为雨水、气温和海拔的不同，不同地区的蘑菇生长时间也会各有不同。今天带小伙伴们看几个在六月初巴伐利亚州找到的蘑菇。不过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次重申，视频里出现的蘑菇以及它的可食情况仅供参考。小伙伴们去森林里采摘蘑菇，请一定要以自己的自我判断为准。这还很大，斜着长的。2024年的第一半颗，菲菲林啊，鸡油菌，那是真的刚长。你知道这是什么的对吧？三托林。这三托林怎么还变蓝的呢？哎，在这儿是吧？这个三托林非常奇怪，你确定一下这是不是三托林？而且这还有挺多的。你摘吧。这个是三托林吗？好啦，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。如果你们喜欢，希望点赞关注，这样可以更方便的找到我和汉娜。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